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有问必答的环节。这节嘉宾请来郭 Sir 和我们解答一下家庭观众股票问题。郭 Sir 你好。你好。郭 Sir， 我们听听家庭观众电话先。电话旁边有李小姐的。李小姐你好啊。Hello。喂。是不是李小姐？是啊是啊，听不听到？听到了。我想问一下郭 Sir， 这只有没有机会复牌，还有这个1619，因为两个都停了牌。咁我唔知道有冇希望咧，兩隻都。嗯，好啊，你係咪1353落期啊？係啊，同埋1619嗰次發工。好啊，明白嘅。咁我見到1353落期咧，咁最後一次交易日咧已經要數到去2014年7月23日收市前，即係停牌之前個收市價咧係$1嘅。郭 Sir 就想問一下咧，即係呢只股份佢就有貨嘅，想問會唔會有機會復翻牌，應該點做好咧？其實嚟講咧，依一分鐘咧就好難有一個期待嘅，因為咧佢落期咧去做一啲咧係男士嘅休閒嘅服飾嘅，咁啊上市嘅時間咧都曾經咧都有啲人關注嘅。以招股價2.13嚟講咧，其實咧估值咧就中性啦。咁但係問題就係喺停牌前啊，咁啊有啲報道就講緊咧個主席就攞曬公司啲錢走，咁啊剩翻咧公司嗰啲即係叫做係爭銀行嘅錢啦嚇，咁啊攤曬喺度，咁啊鋪頭咧好多咧，亦都係因為門市啊好多咧，亦都係冇辦法啦，逼住係關門嘅，供應商亦都係攞唔翻錢，咁喺咁嘅環境之下咧，佢嘅業務咧其實已經係停頓曬㗎啦。咁啊，只係話咧，間公司而家嘅上市地位而家仲喺度，呢個上市地位仲喺度1353。咁以後有冇白武士出現咧？呢個好難講。如果假設有白武士出現嘅，咁啊，可能咧佢嘅債務就重整啊，咁啊，都唔知啊。好多時我哋見到啊，10股合1股啊，或者50股合1就係呢個就係呢一樣嘢啦。咁大股新嘅股東如果你要入主嘅，啊攞嚿錢嚟嘅，還曬銀行嘅債，然後先即係復牌嘅，咁啊有邊個肯咁做啫？你爭銀行如果係10億嘅，要幫你還翻10億俾銀行喎，冇人制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到最撚尾咧，一定係或者同銀行傾一傾，喂，嗱你10億啊收唔到噶啦，咁可能收翻幾多幾多幾多，咁啊人哋做生意計個條數噶嘛，係嘛？嗱個殼咧，主板個殼咧，而家講緊咧都成6億嘅。如果你買呢個殼要6億嘅話咧，咁如果我所有嘅資金出嚟，如果能夠將只股份復翻牌嘅話咧，事必一定唔可以超過6億噶啦。如果6億，我不如買第二間公司，買第二個殼，明唔明白？所以咧，唔敢講話咧係完全冇機會，但係你要有一個心理準備。你揸住個股份咧，譬如咁10萬股咧，到最撚尾可能得翻10000股，甚至乎得翻幾千股嘅啫。因為你作為股東，間公司而家啲資金已經冇曬噶啦。咁人哋要令到你間上市公司嘅地位再重新再上個市嘅話咧，都唔知有一個條件，就銀行爭嘅數咧一定要撥。咁啊，銀行爭嘅數要撥嘅話咧，咁你啲股份亦都一定要被攤薄噶啦。咁啊，呢個係唯一一個可能會再復牌嘅一個可能性。咁啊，至於係唔係咧，就唔知啦。我都係估計嘅啫嚇。另一隻咧又係咁唔好彩，1619都係有貨，停牌超過1.5年嘅啦。咁2015年3月份嘅時間停牌啦。睇翻停牌之前咧，就俾沽空公司咧匿名分析話天合化工誇大收入同埋盈利嘅，仲提出旗下最大子公司錦州惠發天合化學咧有2套帳簿啊。咁之後見到啊停牌嘅時間啦，其實公司嘅即係審計師已經辭任咗嘅啦。咁到而家都未復翻牌，郭 Sir 1619嘅即係復牌機會有仲有冇咧？情況咧佢就更加險峻，因為停牌前咧1917咧講緊成29億嘅市值嘅。咁如果你間公司有個盈利喺度嘅，譬如咁我每年賺2億咁樣，你計落去咪14倍嘅市盈率咯。咁但係而家講緊話咧，佢公司可能有2本帳，咁啊真係唔知真定假啦，係嘛？但係最低限度咧，帳目就唔清晰，咁啊一日帳目唔清晰咧，好難話咧再復翻牌噶。如果你要復牌嘅話咧，你相關嘅帳目啊數據要呈交港交所，一定要經人核實曬所有嘅嘢，然後咧合乎嘅要求，你先能夠上啊嘛。
機會反為呢只就唔係咁高啦，老老實實。咁啊，我覺得咧，同時期買到兩隻股票，兩隻股票都停一排咧，真係好不幸。有陣時入市真係好小心。不過我都明白，作為散户嚟講，有陣時真係咧無所適從噶。啊，咁啊只股份好喎，咪買翻啲咯咁樣。咁啊，誰不知只股份出事喎？不過你話十隻有一隻出事已經慘啦，你買兩隻，兩隻一出事就更加慘啦。我都覺得好難過，但係而家呢分鐘可以做嘅真係唔係太過多。嗯，明白。咁投資啲細價股就要面對呢啲風險㗎啦，即係唔好諗住搏反彈啊，反而咧即係投得太大注啊。我哋呢個時候聽聽另一位家庭觀眾嘅電話啦，劉小姐等緊嘅，劉小姐你好。係。Hey, 你哋好。係，想問邊隻股份啊，劉小姐？我想問371。371。半有貨嘅。嗯，371有咩價位買入㗎？5.5，明白，好啊。北控水務是1548冇貨的，明白。北控水務咧371佢就5.5有貨啦，而家有啲利潤嘅。今日個股價見過一個月嘅高位，而家最新報5.65，升幅有1%㗎。郭 Sir 建議佢點樣部署，可以上望幾多咧？其實咧就371咧就估值咧就唔算係平，20倍嘅市盈率。但是就水務的業務其實在北方其實政府都一直有政策扶持的，因為就北方就是缺水的，所以一直都有講緊是南水北調嘛。如果你是5.5買的，接近一個月的高位的了，暫時來講就有少少技術上好像是有輕微的突破，因為本來一個月的高位是5.6啦，咁你而家今日最高5.73啦嘛，呢個突破咧係支持到股價咧進一步向上試緊5.8或者5.9噶。順帶一提啦，成個月嘅高低嘅位咧，本來係4.6到5.6，已經升咗成20%+啦。嗱，大市咧仍然處於逐沉頂嘅形態，一日個保持到咁細頭咧，或多或少咧都會有個提振效應噶。做翻少少風險管理啦，好唔好？一個月的低位是4.6，一個禮拜的低位是5.1，咁你5.5買的話咧，而家5.65、5.66，你要靜止賺位好難定，都不知道怎樣幫你定法。但如果你真的要定的，好在你幫襯耀財，因為耀財佣金收得平啊，你就擺喺5.6嗱，一跌穿5.6，你一毫子就賺咗去噶啦，都夠你三茶兩飯噶啦嚇。咁但如果你話咧唔跌穿嘅，咪繼續向上望5.8咯。咁去到5.8嘅，約莫都估計都有5% 到6% 嘅利潤。咁啊，如果你係想話回吐嘅，咁就回吐算數啦。嚟到而家23700啊，先入市嘅話咧，點可能唔做風險管理啫？個市升咗4000多點㗎啦，知唔知啊？嗯，好啊，明白。另一隻股份咧就係金思瑞生物科技啊，呢隻股份咧1548啊，佢就係未有貨嘅。咁今日個股價就偏軟啦，跌幅挨近1%，去到2.36嘅。郭 Sir 呢隻股份咧，建唔建議佢吸納？因為都見到佢升咗好多上嚟噶啦。係啊，咁啊，我諗暫時啊觀望好啲啦，同埋咧，你講緊一個月嘅低位都仲係1.27啫嘛，去到而家升咗1倍啦。一個月升了1倍，要買點解唔早買啫？係咪摸住個高位嚟買貨，跌落嚟你肯唔肯走啊？走又唔係，唔走又唔係，辛苦嘅一定係自己。況且相對一個禮拜嘅低位係2.05，去到近日個高位2.5，講緊一個禮拜已經升咗20%啦。我就情願咧係觀望算數啦，唔好亂追啦嚇。好啊，明白。多謝曬劉小姐你嘅查詢啦。節目時間都差唔多，同郭 Sir 做翻申報。我哋頭先講過股份有冇持有㗎？是沒有的。好啊，明白。休息一陣，轉頭回來有多一節的問答環節，陣間再見。